同学们，大家好。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视频呢，教我们带入到如诗如画的仙境，美到令人窒息。这道人间的奇景呢，它来时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它去时呢，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它和黄山云海、泰山日出、钱塘潮涌并称为中国四大气象奇观，它呀就是时光灵动的人间仙境——吉林雾凇。就让我们走进这让人心醉神迷的雾凇，感受冬天里的春天般诗情画意的美。我们将从以下五个阶段进行学习：一、芳名渊源；二、松成原因；三、赏松时段；四、松之美誉；五、观松小岛。首先，让我们领略一下雾凇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来看一下雾凇这个名字的由来。中国呀，是世界上记载雾凇最早的国家。千百年来，我国古代人很早就对雾凇有了许多称呼和赞美。早在春秋时代，成书的《春秋》上就有关树架的记载，也有叫做树界，就是现在所称为的雾凇。雾凇一词啊，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代宋吕臣所著的《自林》里，他的解释为：寒气结冰如珠，见日光乃消，齐鲁谓之雾凇。这是1000多年前
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雾凇。宋代文学家曾巩在《冬夜即事》诗当中写道：园林初日静无风，雾凇花开处处同。而最玄妙的称谓呢，莫过于宋末名儒黄振在《黄氏日抄》中的梦凇。别出心裁的称雾凇是夜间人们做梦时天公送来的礼物，最形象的描写则属于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一文。雾凇沆荡，天于云，于山，于水，上下一白，言简意明，读了之后呢，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雾凇这个称呼近30年才被频繁的使用，现代人呢对这一自然景观有冰花、傲霜花、琼花、雪柳等更为形象的叫法。吉林市啊，自1991年起每年举办一次雾凇冰雪节，使吉林市的雾凇远近闻名。江泽民总书记啊，在1991年吉林市视察期间呢，正好赶上雾凇奇景，欣然秉笔写下寒江雪柳，玉树琼花，吉林树挂，名不虚传的句子。1998年呢，他又赋诗一首：寒江雪柳日新晴，玉树琼花满目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由此可见呐，雾凇仅从名字上就体现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隆冬时节，每当雾凇来临，松花江沿岸望去，松柳凝霜挂雪，黛玉披银，如朵朵白云，排排雪浪，是松花江沿岸雾凇的真实写照，把人们带进如诗如画的仙境。那这一奇景是怎样形成的呢？雾凇它的形成又有哪些不同呢？在我国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穿城而过，即使到了严冬，江水也不会冻结，反而在江面上形成一层雾气，江岸两边则出现了雾凇景观。雾凇是由水汽遇冷后直接凝华成冰晶的结果，在我国北方，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天气现象。不过专家指出，雾凇通常形成在一天中温度最低的夜间，天亮时才初露真容，而等到太阳出来后，随着气温升高，这种洁白的冰花就逐渐消失了。雾凇啊，它是气象学术语，它的科学表述是一种附着于地面物体迎风面上的白色或乳白色不透明冰层，它是由过冷水滴凝结而成。不过这些过冷水滴啊，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浮在气流中由微风携带而来的，是北方冬季可以见到的一种类似于霜降的自然现象，是雾中无数零摄氏度以下而尚未结冰的雾滴随风在树枝等物体上表现为白色不透明的粒状结构沉积物。只要雾中有过冷却水滴并达到一定的温度，就可以形成。由于雾凇中雾滴与雾滴间的间隙很多，因此啊，雾凇呈现出完全不透明的白色，
附着在树木物体上，而独具风韵的吉林乌松更堪称为乌松极品中的极品，是天人合一的绝美结合。它的形成既有自然条件，也有人文条件。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吉林乌松形成的自然条件。在吉林呢，每到冬季，尽管松花江上一抹如镜，冰冻如铁，但冰层下面几十米深的水面仍然保持零上四摄氏度的水温，水温和地面温差常在30摄氏度左右，于是就形成了市区以下几十里不封冻的江面。温差使江水产生雾气，江面上白雾袅袅，久不消散。沿江那十里长堤，苍松林立，杨柳抚江，就在一定的气压、风向、温度等条件的作用下，江面的大量雾气遇冷却后，便以霜的形式凝结在周围粗细不同的树枝上，形成大面积的雾松奇观。由于呀，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所以呢，吉林雾松又具有持续时间长、厚度大、出现频率高的特点。每年从12月下旬到第二年2月底，都是在吉林市观赏雾松的最佳时节。最多的时候一年呢，可以出现60余次。我们再来看一下雾松形成的人为条件。冬季的吉林气温呢，在零下20摄氏度以下的天数啊，长达60-70天。奇妙的是，穿城而过的松花江同样奔流不息。原来呀，从吉林市溯流而上15公里，就有著名的丰满水电站。水电站大坝将江水拦腰截断，形成了巨大的人工湖泊松花湖，近100亿立方米的水容量，使得冬季的松花湖表面结冰，但水下的温度呢，却仍然保持在零摄氏度以上。特别是湖水通过水电站电机组后，温度有所升高，江水载着巨大的热能顺流而下，于是啊，就形成了几十公里江面严寒不动的奇特景观，同时也具备了形成雾松的两个必要而又相互矛盾的自然条件，那就是足够的低温和充分的水汽。雾松如此奇景，何时欣赏为最佳呢？每年农历冬至以后到第二年正月15之间，尤其是降雪量大、天气特别寒冷的年份，雾松出现的次数也就越多。人们把吉林雾松的观赏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夜看雾、晨看卦、待到近午赏落花。在每一个时段内呀，都能让人感受到不同的惊奇。是指在雾松形成的前夜，观看松花江上出现的江雾。该景呢，一般会在夜里10点的左右呢出现，松花江上开始有缕缕雾气出现，继而越来越大，
越来越浓，大团大团的雾气升腾着，翻滚着，涌向松花江两岸。瞬时间呐，江边的街路、建筑都被大雾所笼罩，游人将置身于浓重的云雾之中。江边的建筑物、树木也在雾中若隐若现，灯光呢也变得扑朔迷离，整个的街路仿佛成为了云海仙境一般。一般来说呀，当夜的江雾越是浓重，次日的雾凇景观越是壮观，这也成为了吉林雾凇预报的重要的征兆。那陈看卦呢，是他是说呢，清晨起来的时候啊，看树卦，经过一夜的浓雾，清晨当人们再次来到雾凇观赏区的时候呢，前夜那十里江堤上黑森森的柳树、松柏和千年的榆树居然在一夜之间被江雾染得一片银白，在眼前豁然呈现出一个银色梦幻般的奇妙世界。江边的树木凝结了厚厚的雾凇，太阳被晨雾遮住，每一棵垂柳的枝条都晶莹闪烁，就连路边的小草也被雾凇包裹得毛茸茸的。待到近午赏落花呀，是描述观赏雾凇脱落时的情景，一般呢是在上午九点以后，阳光微风怀着对雾凇的嫉妒，促使凝结在树枝上的雾凇开始脱落，最初只是一点一片的脱落，接着呢是成串成串的滑落，微风吹起脱落的银片在空中飞舞，明丽的阳光辉映在上面，在空中形成五颜六色的雪莲，纷飞的雾凇似雪花一样落到人们的头上、肩上，使人感到格外的凉爽、清新。吉林雾凇啊，仪态万方，独具风韵，这样的奇观吸引了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雾凇对自然环境、人类健康所做的贡献。吉林雾凇呢，正迎合了时下非常流行的一句话，那就是我美丽，我健康。雾凇呢，也因此有了很多的美誉。第一个美誉呀，是空气清洁器。人们呢在观赏玉树琼花般的吉林雾凇的时候，都会感受到空气格外的清新舒爽，滋润肺腑。这是因为呀，雾凇有净化空气的内在功能，空气当中存在着肉眼看不见的大量的微粒，它的直径大部分呢是在 2.5 微米以下，约相当于人类头发丝直径的40分之一，体积很小。
重量极轻，悬浮在空气中，危害人的健康。雾凇初始阶段的凇附、吸附住，威力沉降到大地，净化空气。因此啊，吉林雾凇不仅在外观上洁白无瑕，给人以纯洁高雅的风貌，而且呢，还是天然大面积的空气清洁器。第二个美誉呀，是负氧离子发生器。负氧离子啊，被人们誉为空气中的维生素、环境卫士、长寿素等，它有消尘灭菌、促进新陈代谢和加速血液循环等功能，可调节神经，提高人体免疫力和体质。在有雾凇的时候呢，负氧离子增多。据测呀，雾凇的时候啊，吉林松花江畔负氧离子比没有雾凇时可多5倍以上。那第三个美誉呢，就是消音器。噪音使人烦躁、疲惫、精力分散，以及工作和学习效率降低，并能啊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以至于呀、生命。那吉林雾凇呢，由于具有浓厚、结构疏松、密度小、空隙度高的特点，因此呢，对音波反射率很低，能吸收和容纳大量的音波，在形成雾凇的成排密集的树林里感到幽静，就是这么个道理。此外呀，根据吉林雾凇出现的特点、周期规律等，还可以反馈未来天气和年成的信息，为各行各业兴利避害、增收创利做出贡献。吉林雾凇使人目不暇接，让人陶醉的流连忘返，真不愧为北国风光之最。那哪里是观赏吉林雾凇的绝佳之地呢？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处雾凇观景天花板级的打卡地——雾凇岛。雾凇岛啊，是松花江上的一座小岛，位于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乌拉街满族镇的韩屯、曾通屯等村落是雾凇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观赏和拍摄雾凇的最佳地点。雾凇岛距市区约40公里，地势呢比市区要低，冷热空气在这里相交，岛上的树形奇特，岩浆的垂柳挂满了洁白晶莹的霜花，有如被尘世遗忘的仙境。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在冬天里常常被雾气笼罩，雾凇几乎天天降临此地。这里的雾凇洁白如玉，又格外的厚重，持久不落。雾凇岛的美名因此而来。岛上野鸭、鸿雁栖息，伴着银松红日，美景最为奇绝。那来到雾凇岛呢，我们要做5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看日出日落。那一天我转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不为来生，只为你的温柔。那一世我转山转水，只为途中。清晨的雾凇岛呀，很美，松花江水静静地流淌着，太阳缓缓升起，余光映照在无垠的松花江上，升腾的水雾使得对岸的景色若隐若现，惊艳无比。第二件事呢，是赏雾凇。雾凇岛因雾凇美且多而得名，十里长岸一片银白，
一排排的垂柳挂满霜花，婀娜多姿，犹如童话般梦境，让人流连忘返。第三件事呢，是拍雾凇。雾凇岛四面环江，有很多的柳树，千姿百态，是拍摄自然美景的首选。虽不像名山大川的壮美，却别有一番情调。那第四件事呢，就是住农家院吃美食。雾凇岛附近有韩屯、曾通等可以食宿的地方。如果呀想看超级美的雾凇，建议呢是提前一天在这里住，第二天可以早早的起床去雾凇岛。这里有东北特色的四合院，纸糊的窗户、火炕、报纸墙，盘腿坐在火炕上，吃着超级大盘的农家炖、小鸡炖蘑菇、东北杀猪菜、乌拉尔火锅，喝着地道的东北自酿的粮食酒，享受浓浓的东北情。第五件事呢，就是玩雪、泼水成冰。来到雾凇岛呀，堆个雪人，并和他拍照留作纪念，拉爬犁、滑雪、滑雪圈、坐马拉爬犁、打雪仗，还可以在雪地上打个滚。扬起手中的水杯，把盛满热水的瓶子从低往高向天空用力甩，无数个水滴沿着弧线向外喷洒，犹如天女散花般在空中尽情绽放。看起来无数的水箭射向四面八方，上演了一幅幅泼水成冰的美景。总之，尽情的玩就对了。雾聚雾散，松开松落，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古人以雾凇为丰年之兆，今人以雾凇为吉祥之花。同学们呐、通过今天的学习呢，你是否有了难以割舍的雾凇情怀？是否有了与雾凇殷殷相约的期盼呢？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